都是真的。上午上课累吗？还好。这附近饭店还挺多的，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这附近人很多，但是如果我一张嘴呼救，他一定会按下电击器的。该怎么办呢？宝贝，我问你今晚想吃什么？你刚刚叫我什么？叫你宝贝啊，怎么了？难道你不是吗？那吃烤肉吧。随便吃点吧，我不是很饿。好的。两位想吃点什么？酒水可以在那边自取。这家我经常来，还不错。坐。酒水在他身后，我过去拿酒的话，是不是就能求救？你想喝什么？自己去拿就好了。好，你想喝什么吗？你拿你的就好。嗯。跟服务员求救，说说我的遭遇，他应该会帮我吧？你好，喝点什么？茶饮还是气泡水啊？请帮我。我就是看你不顺眼。怎样啊？啊？丑女，你以为你不回宿舍就碰不到我了吗？老是在温荣君面前装腔作势，恶心。即使逃走了，我又能去哪里呢？可是如果在任凭生这儿……文叔，有我在，不要怕。文叔，身体好些了吗？我来为你做一餐。文叔，好好睡觉。手指被切，是因为我反抗了。那如果我不反抗，他会不会一直对我好下去？以后也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。小姐，你脸色好差，需要帮忙吗？你别碰我。别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有。别这么胆小啊，你不是想逃出去吗？我多好的机会啊，只要你喊出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会在你的身上。哎，服务员，给我这加点水。好的，先生。既然你不想要这个机会，那我们就回去坐着吧。这是两位点的菜，请慢用。来，吃饭吧，多吃点。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，可以问吗？嗯，你说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的噩梦十字架。说起来也要感谢你，如果没有你的这本小说，我可能一辈子都要活在我父亲的阴影之中。包烟去。我没空，我还有论文要写。读了两篇书就觉得自己牛逼了，我的话都不听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这就去。爸爸，
烟我买回来了，没带钥匙。你出来开门。他妈的，这点事儿都他妈能忘？人呢？在这儿。你知道吗？当时我还喊着爸爸快醒醒，千万不要出事啊。但我心里想的是，如果命运不曾眷顾我，那么我就自己来改写。没错，看来你还记得自己写的话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你的文章，你的微博，很多方式。哪怕没有这些，就算是在人群里，我也能把你认出来，因为我们是同类。同类，好好吃饭吧。你今天手机还收到孙老头的消息呢，你说我要不要约他见面？你要做什么？如果命运不曾眷顾，金响工作室出品，现代百合广播剧，我比你危险，那么我就自己来改写，第11期。江晚舒家里亮着灯，谁在他家？江晚舒，江晚舒，你在吗？没锁门。也没有人。说在自动更新，这凶器，这作案手法，全部都和黄倩的死对应上了。这是我好像喜欢上我的任课老师了，他有个很诗意的名字，叫任平生。很优秀，又那么有才华，还会指导我创作。他的眼睛很美，每次他看向我的时候，我都好像会再次爱上他。江晚舒喜欢任平生，任平生还主动亲了他。白警官，江晚舒今天来上课了，你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过来找他。终于出现了，好，我这就过去。为什么江晚舒刚刚更新的章节里有详细的虐杀情节？是和凶手达成合作了吗？如果达成合作了的话，他为什么敢这个时候出现？继续前往淮阳大学，请戴好头盔，准备出发。
别走，你是不是少拿一本教材啊？哦，是，我刚才搬东西就感觉好像漏掉了什么，谢谢你啊。啊，没事儿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回家了，这不实验课结课了吗？这些书要带回去。啊，你往哪个门走？我去停车场那边。哎，正好，我也去那附近的文学楼，我帮你搬点吧。哎，你脖子上这配饰真好看。是吗？嗯，很少见这样的配饰啊。嗯，怎么感觉有点像电子秤？哎，同学，你的手表也很好看啊，是新买的吗？啊，是我爸特意给我的。同学，是不是很好看？上课了。是呢，老师是不是在喊你啊？你快去吧。是，那我走了，书给你放这儿吧。啊，好，谢谢。今天好热，哎，同学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白警官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正好过来转转，需要帮你搬书吗？不用了，谢谢你，一会儿就有人来接我了。这样啊，他接你的人在哪儿呢？就在停车场里，等一下就会开过来的。那我帮你搬到停车场门口吧，那里还有些阴凉，能等得舒服一些。哎，白警官，真不用。没关系，不沉。怎么办？一会儿任凭证就要出来了。哎，白警官，不对啊，你走过头了，出口在那边。这儿就是出口啊，你过来看看。这哪有出口啊？白警官，咱们是不是走错了？你认不认识孙老头？什么？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孙警官，我是他的朋友。他说你遇上了点麻烦。你认识他？他现在在哪里？嘘，小点声。他那边出了点状况，现在没有办法过来，所以让我先来帮你。我现在也走不了啊。怎么了吗？你失联的这段时间是不是碰到了什么麻烦？我真的要把任平生供出来吗？婉叔，你别害怕，你可以放心的说，我绝对不会让别人伤害到你的。对不起，白警官。你不想说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你的处境很危险，解救你才是最要紧的，你得尽快跟我离开。可是现在是最好的逃脱的机会，你难道希望自己的性命一直拿捏在任平生那种杀人狂的手里吗？我走。小家伙也太慢了，都差不多一个小时了还没好。看看他到哪儿了，该回去吃饭了。哼，果然还是想逃。
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你先拿毛巾包住脖子上的定位器。嗯。看样子得去警局拆，现在拆有危险，而且你包上挂的小熊也有问题。你干嘛扯坏它？果然，你仔细看看，这里面是摄像头，居然是摄像头。好像每次见到你，你都不太顺利。这个小熊平安符是我给你求的，希望你平安健康。原来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监视我了。走吧，我还有些事想和你说。什么事？我就是孙老头，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和你聊天。那你刚刚为什么要骗我？因为刚才不安全。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，我会全部跟你坦白，因为现在只有你能帮我。真正的孙老头就是我师父，他当年为了救我而惨死，杀他的就是任平生。我师父是个好警察，一直是我的榜样。那你带我出来是想利用我把任平生调过来？今天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让任平生付出应有的代价，所以只好先委屈一下你了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如果我能活下来，我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，哪怕是为了你的朋友温如君。如果我出不去了，我会把他也留在这儿。这把枪给你，关键时刻用来自保。他这是要鱼死网破。终于来了。白警官，好久不见。选了这么一个破烂的地方，你队友能来得及支援吗？对付你用不着他们。你这副样子还真有点像你师父了。怎么，正义的使者今天是要来动私刑了吗？别说这些没用的。就这点本事吗？这么多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当初杀你师父一样，你师父泉下有知，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啊。但是下一次，刀尖记得对准我的心脏。就这样吗？不要。杀人的时候可不能分神。再杀人了，我不杀他，他就要杀了我。你告诉我该怎么办。江晚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枪可是在他手上，让我们来猜猜他
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。婉叔，把枪放下。婉叔，今天我们两个必须死一个。把我杀了你也会进监狱，但是你冲他开枪就不一样了，我们都可以自由幸福的生活。别听他的，婉叔，别听他的，婉叔，你自己想吧，是做一个好人进监狱，还是做坏人一辈子享受自由。是操控来断定黑白是非，坠入深渊像只傀儡，垂涎欲望的是天使还是魔鬼？灵魂在偷窥，看似好奇，却是一场骗局。看似蔓延谎言，却是本能在作祟。那是诡计肆意，每一次次利用针对依托眼前苟延残喘，还是幻觉反抗不肯轻易放手，还是灰飞烟灭，纵使满身瑕疵却被轻易忽略。 You are the summer, You are so dangerous, You are the summer, You are so dangerous。 封闭感官纸笔作陪，世事操控无心必受被选起，直接粉碎喜怒哀乐，掩饰了本源，是救赎还是认罪？灵魂在偷窥，看似无奈，却是在被玩弄。一层层迷雾中散去后，真相可畏。肆意每一次次利用针对依托眼前苟延残喘，还是幻觉反抗不肯轻易放手，还是灰飞烟灭，纵使满身瑕疵却被轻易忽略。 You are the summer, You are so dangerous, You are the summer, You are so dangerous。 那些肮脏肆意被一次次反复针对刺痛，谁从坟墓中清晰着爬出感谢，能否看清结局，最终善恶交接，一场拙劣表演依然轻易受骗。 You are the summer, You are so dangerous, You are the summer, You are so dangerous。婉叔，腿冷吗？要不要给你盖个毯子？不用了，晒晒太阳就不冷了。明天好像是新的语文老师给我们上课。是啊，已经过去半个月了，秩序总是要回归正常的。你不会现在还在想他吧？没有，既然他已经死了，我就不会再想他了，但也忘不掉，毕竟相处了一段时间。没事的，也许时间长了就好了。我今天晚上没有训练，待会儿可以带你去医院换药，顺便看看白警官。你现在不觉得白警官是坏人了？我本来也没觉得他坏，这次我能提前保释出来，也是多亏了白警官搜集的证据。人家现在昏迷不醒，我还是要多去看望看望。
就是不知道他以后还能不能做警察了。我也听说了，白警官在出事之前提交了辞呈。哎，话说你那个小说还要继续写吗？我看现在有很多读者都在催更啊。可能不会再写派赛克先生这本了。如君，你也看我的小说了？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看的，就是一个新粉。我看那个排在最前面的榜一大哥已经十几万积分了，肯定是从你一开始写就关注了。是吗？是啊，我记得他昨天还留言了，等我拿手机读给你听啊。哎，就是这个榜一大哥，他说故事还没有结束，晚书才是最危险的人，开枪杀了派赛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他说我开枪杀死了派赛克，那个榜一的名字是什么？那个人叫派赛克先生。哎，你看他今天又留言了，说好久不见，你的故事，你的故事我很喜欢，期待你的下一部作品。